谢谢这么多热情的好朋友，超过十万人以上来到这个旧铁桥欣赏我们国庆烟火的表演，为大家喝彩，大家掌声响吧！谢谢，谢谢我们市政府陈秘书长所有的团队，谢谢在地的吴怡诚议员、陈若翠议员，以及王林娇、小辣椒，还有所有热心的好朋友。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看42分钟的国庆烟火，希望让大家趁兴而来，快快乐乐的回家。这里好吃好玩，又有很多美好的歌曲安排，高雄市政府竭诚的安排，让所有来高雄旅游的好朋友，今天晚上所有的嘉宾心情快乐，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市长，我们也请市长可以在台上留步哦。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在座有非常多的长官跟贵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请大家注意我们的目光哦，往我们的右前方。好，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慧传法师，是不是也可以一起上台？一起上台来跟我们呢一起来启动序幕。还有我们的里长们，我们辛苦的里长们也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上。我们也邀请呢我们的长官跟贵宾，还有我们的区长，我们的区长也一起哦，我们辛苦的区长们也都可以一起上台。好，那当然呢，待会哦，我们要邀请现场的朋友们将你们的目光注意你们的右前方，好不好？等一下呢，手机画面不要怪凯莉没有提醒大家哦。等一下，大家的镜头记得，虽然我们台上长官呢可以多拍几张，完了之后，等一下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倒数，然后也请大家把目光跟焦点哦注视在我们的右前方。好，在大家的右前方，我们等一下有惊喜要送给大家。那我们现场的长官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让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好吗？我们先让我们的媒体记者们捕捉一张合照的仪式。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长官跟贵宾帮我们比个赞，比个赞好吗？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镜头。好，我们希望呢，就像我们市长所说的，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在高雄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好，那在我们右前方，右前方的媒体记者，我们的长官也帮我们移动一下我们的目光。好，我们看一下右前方这边有一些媒体记者朋友们。好，还有没有哪一台摄影机需要画面的？呢，我们就要马上要来启动我们的启动仪式哦，要给我们的璀璨高雄光辉十月一个最棒的祝福。所以现场我要代替我们所有长官问一下，现场超过十万人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大家是不是都因为我们的美食太好吃了？再给大家一个机会，请问我们现场超过十万人的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我们要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倒数五秒好吗？我们今天就像是一个跨年的这个嘉年华，非常开心，毕竟呢大家今天来参加一个生日 party。 等一下我们全场一起来倒数五秒，我们就要准备启动了哦。好，那我们也请我们台上的长官，是不是我们准备好了之后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山海高雄 Sunshine City 正式起动！我们用掌声，掌声！大家有看到吗？我们现在升起的天灯，也象征着我们的高雄福气满满，就像那个天灯一样，会越来越好，并且越走越高。你们大家是不是
家，希望大家开心，有一个美丽的晚上。谢谢。再一次掌声给我们的市长。我们最后想说呢，现场超过13人的画面，对不对？我相信现场大家都有带国旗，对不对？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我们是不是请大家帮我们有带国旗的，现场帮我们挥舞一下国旗好吗？我们也让我们的摄影镜头带一下这个非常感动的画面。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们有带国旗的，帮我们举起我们的国旗？然后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呢？5秒钟之后，3秒，我们一起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好吗？好，那大家继续帮我们挥舞着我们的国旗哦。好，我们摄影镜头准备好了吗？好了哈，大家也准备好了，对不对？我们等一下3秒钟之后，我们一起来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好，所以国旗准备好了。手电筒哦，待会呢，我们就要跟现场的长官，还有我们在座最旁边可能最棒的亲朋好友，我们要一起来迎接我们的烟火。所以这个画面，我们要先请大家帮我们点亮我们的手机灯。当然，今天呢，凯莉也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站在一起哦。我们也要非常谢谢高雄市政府，还有我们的高雄市观光局跟我们高雄市的交通局，为我们呢办理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看一下现场，哇，超过13万人哦，超过13万人，我们请大家。